Hello， 大家好。科技圈呢，经常会爆出一些潮语，而最近呢，最火爆的潮语呢，相信就莫过于元宇宙 （Metaverse）。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啊，也说元宇宙呢是科技产业里面的下一个里程碑。那么到底元宇宙什么呢？元宇宙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可感知的虚拟宇宙，通俗来讲呢，就是有点像威力加强版的这个 VR。 你可以通过 VR 呢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呢，你的感知和现实世界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例如呢，你在元宇宙里面上班，你是可以切实的感受到你的同事是坐在你的隔壁的。在元宇宙里面喝咖啡啊，你也是真的能够喝到啊，并且闻到这个咖啡的香味。甚至呢，我们走过这个元宇宙的街道啊，一只小鸟在你的头上掉了一滴鸟屎，你也是能感受到那种黏糊感的。总之呢，元宇宙的终极目标呢，就是让你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元宇宙里面，还是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面。那么要实现元宇宙啊，就需要哪一些技术呢？那就多了，包括社交媒体技术、数位化技术、5G、AI、人工智能技术、云的技术、VR、AR 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等。那么多的技术啊，从元宇宙概念的个股投资来讲啊，也是相对难去比较捕捉的。那么有没有一点简单容易的方法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ETF 出场的时候了。其实啊，全球第一支元宇宙的概念的 ETF 啊，就是 Runhill 发行的 META。 这支 ETF 的费率呢是 0.75%， 可以说是呢并不便宜的。因为呢，对于被动型 ETF 来讲啊，一般费率呢都是在 0.5% 以下的。META 呢是在2021年的6月份才上市的，非常的新。截止到2021年12月28日啊，它的市值呢达到了3470美元啊，但是相比于木头姐旗下的 ARKK 啊，它的市值呢是216亿美元，还有 VOO 它的市值呢是2390亿美元。相比他们两个来说， Meta 呢暂时还是一只小型的 ETF。它的持股公司啊总数呢是有44家啊，每三个月呢去做一次再平衡。它主要投资的公司呢所在地呢是在美国，然后呢是韩国。投资的领域啊主要集中在游戏、计算机、云服务还有社交网络等等。当中呢超过90%投资于那些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市值的企业。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META 的十大持仓股情况。买的呢基本上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巨企，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啊、刚刚改名的 Meta 还有苹果等等。第一大持仓股英伟达啊，它是世界上目前的最大的一个芯片设计公司，最新的市值能达到7580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 IDC晶圆龙头英特尔它的市值。英伟达呢被纳入这个 ETF 最大的一个原因呢，相信是元宇宙的发展啊是需要依靠极强劲的硬件设备的。目前英伟达的芯片呢已经遍布到众多的电脑设备上面，当中呢 AI 运算的技术啊以及图像处理技术呢都会极广泛的运用到英伟达的芯片。第二大持仓股呢就是刚刚啊为了元宇宙改名的啊 Meta Platforms 的 Facebook， 它旗下的子公司 Oculus就是专注于发掘这个 VR MR 技术的企业，也推出了最新元宇宙概念的产品啊 Facebook Horizon。 当然呢，目前广告收入啊仍然是 Facebook 的一个主营业务了。第三大持仓股就是Roblox 啊，目前是世界上首支元宇宙概念的企业。 Roblox 目前运营呢有一些像以前的这个 Minecraft， 就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上，用家呢可以搭建游戏或者地图，让其他的一些用家去参与。当然呢，在应用层面上仍然是非常初步的，但也是呢最接近元宇宙雏形的一个公司。目前 Roblox 的每日活跃用户人数啊已经将近5000万人。第四大持仓股就是微软啊，几乎呢是最早布局元宇宙的科技巨头了。它是最早把 AR、VR、MR 技术呢沿用到军用和商用用途的。微软已经开发了属于自己的硬件设备，以及呢相关元宇宙概念，还有 Team 会议室等等。Meta 的第五大持仓啊 ，Unity Software， 它是游戏公司公认的开发引擎。元宇宙呢必然会牵涉到很多程式和游戏开发，那么 Unity 呢必然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啊。其余的持仓像亚马逊，世界上最大的电商企业 ，C 东南亚的游戏霸主，主要呢在游戏方面去贡献元宇宙啊。旗下的 Shopee 啊也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电商企业了。接近于是我们东南亚版本的腾讯加阿里巴巴。总之呢，以上介绍的十大重仓股啊已经占据了 55% 的份额。其实呢，现阶段你让我去选股，我选出来的也是这些巨头，而且呢 META 持有的都是本身就是世界顶尖的这些科技企业。即使元宇宙炒不起来，这些公司呢本身走强的概率呢都是非常大。
我个人呢认为这个 ETF 的持仓分配的非常的好，有元宇宙炒作突击概念之余，本身持股的这些主营的核心业务它是有一定价值的，所以呢整体的风险并不大。我会给这个 ETF 六个字，进可攻退可守。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元宇宙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新颖，所以呢当中投资的潜在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大家呢记得要看路操作，不要玩太大了。